那个虫进去，然后没有人敢吃啊。待会要这个东西进去，一起来绕肾。Oh my god！ 对，加油，加油！아르고마이르가아르고마이르가잘하시마이르가산더스마이그로님가이요가이베이게现在是下午三点钟，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准备好。Oh my god， 很紧张，很紧张。完蛋，第一次这么打针灸哦，从来没有试过，办喜事啊！2024年好运年年。这样有点紧张，不习惯了。你们。紧急状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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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我们本来想要把热水贴在这边，哦，现在没有。有点下雨了，现在有点完蛋了 ，Oh my god！ 等下我们打算要绕身的是在外面绕身的，如果下雨的话怎么办？怎么办？然后我到现在还没洗澡，快要四点了。喝饮料了，各位。那个袋子需要那么高级吗？等一下，大家拿一杯，快点，大家拿一杯。嗯，可以看到大家都很努力。加油大家，加油大家，积极！看我剪的 DIY 春，还有这个，这是什么时候剪的？今年剪的还是去年剪的？刚剪的啦！现在已经四点了 ，Oh my god！ 然后我现在已经洗好澡，又流汗了。然后我们的 gathering 到了，今天呢，我们是由 Orange Gathering 来 sponsor 我们这一个整个 gathering 的，而且我们的食物是怎样，全部都是 halal。OK， 我们现在在要用绕圣的地方。待会呢，我们大家来到齐了之后呢，就要来一场超盛大，在马来西亚很难拥有的这一个很感动的绕圣画面。你知道为什么我在这里吗？因为羽毛球这个东西很代表马来西亚，所以我们在这个羽毛球场呢进行这一个独特的绕圣这个仪式。我就叫了各族同胞的朋友们呢，准备属于自己种族的食物，并且一定要是吉利的，就跟他们的种族的语言有什么关系呢？马来西亚的各大种族一起把它绕起来。那2024年肯定是一个完美的一年，希望不要下雨，我拜托拜托不要下雨，拜托不要下雨。注意哦，来宾大概在五分钟可能就要来了。哦，哎，来来嘛，等一下，第一个来宾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哪个种族最准时。妹妹跟凯瑞一起的。嗨，妹妹，你第一名哎！欢迎！哇哇，等一下，妹妹你还带东西？欢迎妹妹！妹妹这么你还要带东西过来？嗨，卡卡，好久不见 ！OK 吗？有新年气氛吗？非常有啊喂！这是给你一个好年。哇靠，这是什么东西？然后这是红酒，快点来喝。红酒，等一下红酒，今天没有红酒的、啊。渣渣，这么你穿独栋了？这个问题很好笑哎！我今天这样子穿，因为我要赢，你们请投火。哇哈哈，等一下，哎，渣渣他在催票，他在催票 ，Oh my god！ 3点我就准备了 ，Really？ 我12点半就敷面膜。Oh my god！ 渣渣你真的是心机很重啊，你就是要赢完所有人就对了。我这个是对你有仪式感的，我看中你哎，你不是应该很光荣吗？有，很光荣，很光荣。我今天买了 ayam masak kicap， ayam masak kicap 是我们马来人每一个家庭肯定有吃过的，因为 ayam masak kicap 是 berkuah 嘛 ，berkuah 就是有酱。是有酱而挂的，哎呀，马萨奇酱会变而挂，而挂就是有运气。OK， 就是你们吃好之后，你们这2024年就有运气。喂，等一下，你有绕身过吗？有妹的喂。那你有看过绕身放这个的吗？没有。对，把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很特别，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让我们绕了之后，让我们所有人都很而挂。对，每一个种族都需要有运气一点。哇、wow、因为我叫嘎嘎沙嘎带属于一般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他原本要带一个很可怕的东西，那个虫。你带那个虫进去，让没有人敢吃啊。这个叫做米粒苦，然后我们天天吃巴苦是吗？人生不怕苦。Oh my god, nice nice， 这个你自己想了吗？还是真的会这样讲？没有，自己想了。这个叫 gasri。什么 ？gasri。gasri。嗯，甜点呢代表开心。所以当他们要分享喜悦的时候呢，就会把甜呢送出去。那你带了什么马来人的？我带两种龟，一个是这个是叫不去 IU， 不去是公主的意思。哎呦 ，IU 是美丽的意思。哎呦，如果你吃这个，你就变成美丽的公主。这个就是叫 Seri Muka， Muka 是脸嘛。Seri 是 glow， 是这个你的脸就会变 glow。把名字跟那个意思混在一起用。Oh my god！ 看到他们带来的食物加进去捞生，真的还可以吃吗？完蛋了，现在是一个下雨的状态。下雨。
傻傻不用担心，这就是哈拉的。不是，你太有诚意了，准备这些给我们。我一定要准备全部哈拉，因为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到。你真的是我们马来西亚很平安，就是因为你。哇靠，你这个蓝色，哎呀，我没有粉色，粉色是我的鞋。哎呦呦呦呦呦呦，我也是，你看我的粉色是我的袜子。那我准备的是拉杜，是我们印度新年每次都会准备的甜点。然后我准备这个嘞，是因为等一下希望我们新年的时候会吃到团团圆圆。Nice 啊，哎，很，我觉得很适合你耶。啊，真的吗？粉色哈，其实我很喜欢粉色，就是一直都不太敢穿。那刚好今天就其实要跟我讲说要穿一个粉色系，然后配一点蓝色的服装啊。哇，就是今天了。其实哦，还有一个地方蓝色，只是不知道可不可以在这里。丢，等一下。哎，Zaza。那等你会输哎，豆豆老师现在有可能会赢哎。不可以，我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今天主题是什么颜色？有粉色、粉色、蓝色、蓝色、紫色。嗯，那你这些不可以啊？你拿那个饼干啊？嗯。哦，这个过年饼干，哎，我跟你讲，我也是选哈拉的。其实很有诚意哎，你们真的是要 subscribe 他，没有 subscribe 他很对不起他。subscribe 吧，听到没有？你是代表华人的，你知道吗？哎、哇靠、哎！哇！我今天就特别准备了这个牙骨片跟这一个花生花，这两个东西是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我们的这个捞鱼生的环节的。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突然间忘记了一句话，等一下，金银财宝满地撒，大财小财一触即发。哇！等一下，等一下，去金鱼完美。去，哎。去尽完美，去尽完美，不止完美，已经完美。我靠，感动哦！你好，儿子。Hello， 大家。但是现在天不作美，现在还是有点。不作美，你美就行了。哇！我会讲话了。哇！这样会讲话了。投你的。谢谢妈，你看到妈咪，妈咪一投一票就是十票。啊？蔡哥哥，我哪一票？蔡哥 upgrade 啊！我今天要赢。你也要赢啊？我今天要赢。Iris, oh my god, 欢迎，好久不见。这是什么鱼，你知道吗？马祖古龙。不是马来人，也不是华人的鱼。哈？印度人的服装来的。啊，ini baju apa? Ini baju rakyat. Okay. Dia memang set pakaian ni macam. Oh, macam ni ah, satu set lah. Thank you, thanks for coming, thanks for coming. Okay, okay, okay. 欢迎 Rachel， 我跟你说 ，Rachel 来的时候呢 ，Rachel 也很想看到 Mia 也很想看到 Rachel， 因为他们都在我影片里面的目前的唯二中国人，但是。你们都没办法在这里见面了，希望之后还可以见到面。Erica，Hello。OK，Erica，、okay, 我来看一下你今天的装扮。花裙子。Nice。Thanks for coming, Erica。OK，Fais， 我看一下你今天的装扮。Pink champagne 的 color。Pink champagne， 哎呀，Pink champagne。然后我看到你的一个小巧思，就是你的 blue color， 我看到了。哦，是这一个 ，yes， 不，刚刚我看到是以为是这一个，他不会是 blue 干了，以为是吃的，所以给你看里面 ，Oh my god， 是特地做 for Raya 的，在甘榜的话，他们全部来 family all together 一起煮，用那个 ，you know，、oh, 这是在外面呐、啊， okay. 一起过冬日一起煮东西，所以马来人会一起 burger 就什么来完成这一个食物的，对，所以你把这个马来人的 burger 就什么的传统带过来。对啦 ，Welcome！ 嗨，弟弟你好，第一次见，怎么你弟弟穿的比你帅啦？我本来都帅了嘛。老师你好，老师谢谢你来。你的装扮我看一下、啊，很 nice 哦，有粉红有蓝色。那你主题是粉红嘛？啊，nice！ 哎呦。好，现在6:30了，雨停了，所以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摆东西在那里，太棒了！谢谢。太好吃了！哎、欸，吃好啊，全部没有，我想吃哎喂。哎、欸，你一个人吃，你没有带下去吃的、啊？哎、欸，对。Hello， 你会不会的？美女，有没有这个荣幸，请去吃一下？啊，看到没有，我们这种 gentleman。你在干嘛？你在干嘛？你是不是讲我也要、欸？他也要。哎、欸，用几次都是，哎，这次没有我不算。哎、欸，然后你不要乱碰啊，打哈拉，然后把你抓去打、啊。哦，没有，那我们邀请啊。我今天在东京，好吗？我今天在东京，好吗？我该吃了那个 Oh my god， 那个 Satay 不是开玩笑。这些食物都是 Orange Gatling sponsor 的，我觉得他们真的是食物真的是很棒，每个人的 comment 都是非常的 nice 的。
OK， 其实我们真的是找了很久，因为我们要找有哈拉的。好酷。来，今天你叫的格德林好吃。哎呦，真的，哎呦，很棒。哎，哎，不好意思，哥，这个过新年饼你就尽量吃哦。对，我要吃一个。来，我问你，问你。大哈拉。哈拉。我不怕好饮料。这样子，你看那个豆豆老师哎。没有我好。哇靠！好，你知道这三个颜色是什么颜色吗？粉红色、紫色跟蓝色，是我曾经头发有的颜色。今天我们就有服装比赛，而且评审就是你们，所以观众朋友们可以在底下留言，你们觉得谁的服装最厉害，看看谁能获得团圆饭第二届的最佳服装。好，我们打算在这里拍了，因为雨好像又变大了，所以我们要在这里绕身。天不作美怎么办？你没有玩过吗？没有诶，第一次。Say hi. 不可以，你要讲 damio， 你要讲 damio。Say hi 的 in damio 怎么讲？Walga malamuren。哈哈，你不是讲一些好像不好的东西啊？这我没有。啊，好。那刚才一般话有什么激励的话？阿给一度阿给个老板哦。还活着还要再拍过啊？阿给一度阿给个老板。这些东西呢，都是来宾们自己准备的东西，就是有马来的糕点啊，华人的代表啊，还有印度甚至一般的代表，我们待会要这个东西进去一起来绕圣。Oh my god， 就是大家一起来绕。But then 有些印度人不吃牛肉，但没关系，我吃。因为这样肉质的感觉 ，Oh my god， so nice， 所以他叫我帮大家吃。等了那么久，我们现在要一起绕圣了。大家记得待会用自己的语言来绕。五、四、三、二、一，绕！喂，加油，双击，发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每年都加油。阿瑞哥买的，阿瑞哥买的，早上买的，老板罗。好好，那你教大家要怎么喊？你怎样？第四绕嘞？你觉得怎么样？很爽。叫哥哥你喊什么？你讲一次。真的。就我们要在哪里？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可爱。渣渣，你喊什么？渣渣。班代。那你刚喊什么？我喊 do it。这是我吃过最好吃的东西。为什么？这是团圆的味道。这是三大种族聚在一起。绕圣的一次，我是没有体验过，从来没有。这是在 CCY 带领下我才有机会。我跟你讲，不止三大种族了，连那个原住民都一起绕了，只是完整的马来西亚，连不同国家人都一起绕了，连中国都来了。这种感觉呢，很有家的感觉。哇！因为我们活在马来西亚，其实我们就应该一起做这样的活动。将马来西亚推到更广。哇！想要跟大家讲，真的很感谢2023年大家就是一直帮我拍那么多集啦，所以谢谢大家。希望2024还可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很感谢你们，愿意来到这里，让马来西亚更认识你们的种族。有的从一波过来，比邻过来啊，就后过来什么的。反正去年我们几个人啊，不到十个。对，去年不到十个，然后今年有大概30个。哇！希望明年有300个。马来西亚不累，马来西亚不累。Oh my god！ 大家好，请投我一票。如果你们喜欢看我的话，请投我，不要投别人，投我。Erica 在笑着你，他讲说你继续讲啊。Erica， 你可以让我赢吗？好，我的票都给他吧。看到吗？看到吗？就让我赢吧。大家，我觉得渣渣他今天真的很想赢，我看到全场他是最想赢的一个，投他吧，大家投他。
快告长大、啊，这个是给你的孩子的。哦、好，谢谢。新年快乐谢谢，叔叔，我可以要一个红包吗？那你有没有乱看隔壁姐姐洗澡啊？我没有，我今天很乖，我没有偷看，我早上看没了，多看一点啊！恭喜发财，恭喜发财。妈咪没有，妈咪没有，妈咪没有，妈咪没有。如果给我多档案。OK。报奖，谢谢。OK， 祝你快点早生贵子啊！可以，谢谢。祝 CCY 新年快乐，万事如意，天天开心。你怎么讲得那么兴趣？我不会四个字的华语字。拉拉白嘞，安妮吉诺。安利金诺金诺 ，OK OK， Thank you， 恭喜发财，就是给你的，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祝你学业进步，谢谢有成，等啊，一步爸爸呀，OK， 谢谢你，耶、yeah, ，到我了，好啦，新年快乐，谢谢渣渣每次来我这里拍片，因为我们很靠近嘛，哦、oh. ，我真的要谢谢你，因为你真的。让我走出了我的舒适圈、哦、真的没有你我真的觉得我一直躲在那边一直不动哇底下我没有想到突然间讲那么感性的话拿个红包包了喂喂拿个红包包了喂一二三哦 nice 啊辛苦啦耶、yeah, 棒辛苦啦我不辛苦其实我自己心里是想说一定要做个团圆饭的这个环节来感谢所有人愿意过来我这里拍片真的很感谢每一个大家从东南西北各个马来西亚的地方来到斯兰哥这里跟我一起拍这个种族歧视虽然不是每一个来宾有时间来参与这一个活动我觉得还是有点蛮可惜的呀、yeah, 但大部分人都来了而且我觉得很酷的点是很多人呢都是在现实生活中没有看过彼此只是在种族歧视这个节目呢看到彼此然后他们就是 在这个地方今天呢就相遇了我希望明年的种族歧视第三届团圆饭会是更大了你们有没有发现到烙声就像马来西亚原本大家都分得很开但只要每一个马来西亚人一起烙声把马来人印度人一般人都烙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五彩缤纷的马来西亚。老神，老神，老神。